and gentlemen, Miss Song in heaven, we thanks for your coming. People have their joys and sorrows, and the moon has its ups and downs.啥玩意儿都不接电话呢？师傅，你快点，快点！Feel good when somebody miss you. Feel better when somebody loves you. But feel better. 大明白。When somebody never. 大明白。快过来，过来，过来。我给你介绍点活呢，我得负责到底呀。咋了？你能不能让毛毛他们这英文停一停啊？这玩意儿咋停啊？哪有干一半停的呀？你让人家走还是不走啊？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说英语，那他们说啥呀？ But feel better when somebody never forgets you。这俩小子搁这捣鼓啥呢？说英文干啥呀？最大的最老的军事间见证的样式，咱的东北人说英语太傻，是不是你冒犯了？嗯，背不住啊。他们都本地人，都中国人，我给整岔劈了。那你咋不早说呢？我给你打电话，你接吗？我这不干活呢吗？你干活，你给接电话你啊？这嘀哩嘟的说啥呢？这玩意儿谁能听懂啊？可不咋的。就是那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意思，都是他们行业里的套嗑。这你能听懂？英文直译吗？他俩那英文那都是二把坑子。那明白。就老要听英语迷路咋的？哦，就完了的意思。我就老爷完了，用他说呀。完了，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拉倒吧，拉倒吧。看你们鞠躬，我害怕，得给我俩送走了。那个，我们真以为你们是外国人呢。没事，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们不张嘴，都以为我们是外国人呢。要不这样，咱退点钱给人家吧。啊，对对对，我们少收点。哎呀，多大点事儿啊？钱，该咋收咋收。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行了，你们忙去吧，就不跟你们说再见了。我得把舅老爷往回拽一拽，这家伙听着英语在走地屋了。哎呀。你好好跟舅老爷解释解释啊！好不容易接个活吧，干个稀碎。你咱一会儿干啥去？去医院呗，找活去。气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呦，大爷，不好意思啊，身体健康。这死老头子，你再这样说我可不管你。不行了，不行了，快快快！快快快！二楼来活了。
你这是？节哀顺变。这是干啥呀？姑娘，刚才医生摇头，我们都看到了。你放心，这事儿我负责。这事儿你能负责？能。这事儿我不负责。行，导演，没让咱赔钱就行。那你自己抓紧回来吧，啊！哎，等会儿导演，回来顺道带块玻璃吧，又让人砸了。这两年都砸几回了，一次都抓不着他吗？来，爸。大姐吧，咱喝一个，来来吧。哎，天和，就你们那行当现在还行啊？我们那行最近这买卖的也不好做。哎，正好我那个司机小曲辞职了，大姐夫，要不你给我开车呗？一个月4000多也不少，主要是活勤快啊。我还是先干我老本行呗，还能再坚持坚持。我认为吧。挣钱最重要，是吧，大姐夫？不有那么句话吗？叫打虎亲兄弟，开车靠连襟儿嘛，对吧？那啥时候有了这句话？主要是我的人太笨，别的也不会，就是不愿干呗。不是，没你那行当好。没。哎呀，你说这依依马上就上学了，回头同学一问说你爸干什么呀？说就你这行当，让孩子怎么说呀？跟人家还有。这家里边的主要经济来源就靠孩子他妈一个人啊，那必定是个女人啊。你说一出差半个月，一出差就半个月，这时间长了，他这是那么回事吗？爸，别生气，来，别生气，说着话呢，生什么气？能帮我玩一下吗？你让你爸给你买一个。我爸说看这个对眼睛不好，所以才不给我。你爸就是不舍得给你买。我爸说了，你爸干啥啥不行。孩子，瞎说啥呢？孩子的话不能信。我爸说了，你爸天天穿的人模狗样。咦，爸什么说那话了？孩子的话确实不能信。我爸说你爸不像男人。我爸说你爸不是个东西。我爸能开公司，你爸能干啥？我爸能把你爸送走，你爸恶心！哎，胡说八道！你这恶心呢！爸，孩子小子闹着玩呢，童言无忌嘛，我和我姐夫都不能当真，是吧，姐夫？店里有点事儿，爸。什么？怎么样？不明白。不明白吗？好，明白。不明白。那不明白？不明白吗？那到底是明白还是不明白？是什么味儿？这是？就是把它抓抓抓抬走啊！明白，对了。哎，哥，咋才来的？我在里边呢。哎，你等会儿。300万，一分都不少，查过来。把这事传出去，同行都不能相信。大明白，这么大的活你哪不自己干呢？你说话你注意点儿。什么玩意儿？大明白，大明白，记住了，这个城市以后只有一个大明白，就是你，范大明白。啊，这点小活我们也接了，以后就金盆洗手，就不干了。不是，这可是300万呢。哎呀，我知道300万。这不是小数目，必须用靠谱的人。整个殡葬圈只有你们接过上百万的大单。挣钱当然是好事啊，关键是挣啥钱，挣谁的钱？你可别又是来骗钱的。黄队长，听老人言，别拿我的钱。
哎呦，大哥，这别！你这怎么了？激动这么大呢？干啥呢？在这儿。哎，啊，导演啊，那个该喝药了。导演，岁数大了。哎，要喝了。这，钱给你放这儿了啊，把活干好，干漂亮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 这卡里真有300万？哎呀，都查10多遍了，我有点琢磨不明白他了。嗯，不明白。哎，这场葬礼什么时候办？不知道。给谁办呢？不知道。 谁办呢？聊天聊忘了，你不知道我回去跟你说，合同啊，咱们明小心。哎，撞人了，上来吧，挤一挤吧，有点地方。医生，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有可能3-5天，也有可能1个月，有待观察吧。你说这个啥情况？哎，张医生，哎，那我爸啥时候才醒啊？哎呀，你爸有可能3-5天，也有可能1个月，有待观察吧。哎，你好，还没醒吗？那可能还得3-5天，或者1个月，有待观察吧。这。 干啥呀？我想了一路了，哥，这时间地点人物全部知道，这活咋干呀？在这个圈，只有咱们接过上百万的活，也只有咱们团队能接这么大的项目。记住了，在这个圈，我们就是顶流，我们就是天团。开吃。啥？又300万？哎，你说这好事怎么都让他赶上了呢？是啊，这好事咱咋捞不着呢？ 可赵大明白给他的活儿，他咋不自己干呢？人家赵大明白退圈了，看不上这300万呗。哎，那还是赵大明白你的主意。看到没，300万，那可是这老些钱，他可咋花呢？你管人家干啥呀？人家又不是没花过。一会儿我把那钱烧了，我也爽一下子。什么？想跟我们团队合作呀？那当然可以呀。那你先报个价吧。9万。 时装走秀公司啊，哎呦，那我们合作不了啊，受益啊。那行，请问你们的质量咋样啊？差，做大喜的，那倒是能合作。不过你们这个招牌菜是啥呀？干不上小鸡。我们现在真没时间接活啊。你这样，你们老爷子现在身体什么情况啊？胡来。<笑>啊，好，我向领导汇报以后答复你啊。啊。 曾经跟我们合作过的大艺术家们呢，纷纷要求跟我们再合作，这会儿咋整？再来一次。就怪你们，我现在接的都是白活，你各大晚会不找我了，别说跟我同台不吉利。你们哥几个现在只要一出门，不管到哪儿，都管我们叫二手月姐。哎呀，这么二手月姐吗？ 贵，这活动啥性质啊？葬礼，我是做死亡摇滚的。死亡我们这有了，你就负责摇滚就完事了。我闺蜜咋看我？就这点钱，我最多唱一宿啊。你说你负不负责吧？这事？是这样啊，主要这个项目现在还没启动呢。我跟你说啊，不管启动没有，这活必须是我们的。现在啊，咱就整宿整宿的接活，那白事儿唱一宿，挺吓人的。 啊，您看咱表现挺好的啊，多加了一些。你这人家讲究，咱也不能差事儿。官儿，别吃了，去给人家送一首《百鸟朝凤》。行，去想想。好嘞，一整呗。社会啊，讲究的就是个人情世故，明白我意思吧？啊，<笑>这是60个艺人名单，都能录这个白活视频的。老爷子走了，他的一生是善良的一生。
是记忆深刻的一生。说的太好了，我都快哭了。能不能多找几个明星帮我录个视频呢？每个人50000，至于你给他们多少，这事你自己定。谦哥，给人录个视频，2500。完了50000一个人，你给我280，剩的20我刷脸去。不是司老师，这葬礼我们还得办呢。哎，这不给你留20了吗？孙老师，这个主要现在这个项目啊还没启动呢，时间呢、地点呢、人物都没定下来。不是，什么都没定。孙老师，这车你还定不定啊？看不定我怎么定啊？文化人刷酱就是不一样。你表面上看我在刷，其实我写了一个香字儿，送礼，是我从书法里悟出来。这几位找我有何贵干呢？我们想让您写几十幅挽联。出去出去，老混！你们给我几万块钱就想让我写挽联？那要是几十万呢？烦，再来。哎，好，来，哎呦，咱们楼顶上往上摆去。哎呦，不行。黄大师这次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儿啊？你这话说的，没事就不能找你们了吗？徒儿，这个是，这是我刚得的一点小荣誉，第二届金笔奖。啊，二笔奖，对，第二届金笔奖。行，是这个意思啊？你们不要办那个300万账吗？啊，那不得写挽联子吗？你们不找我写，你们找谁写？是这样，黄大师，这场葬礼呢，什么时候办，给谁办，还没确定。如果未来需要，我再联系您啊。明白。哎呦，知道。哎呦，这是干啥呀？这一点助兴的小节目。啊，下去吧。这孩子，你们一会儿还想看呢，我从房上给你们发一个。哎呦妈呀！不要不要，黄大师，我们不想看。你瞧不起我？没有啊。就这二丈多高的房，我唰就下。兄弟，咱们没什么合作的机会吧？那话不能这么说，你们上次做300万葬礼的时候就想找你们，这次我必须得把握住这次机会。你想咋合作呀？你们别用什么弄音乐、写挽联儿、什么录视频，那都是虚的。弄点实的活的。这块表，280万，拿它做陪葬品，这叫什么？这叫诈骗！这叫体面。这钱我没的也太快了。这是品质，而且我们服务好，每年我给你免费清洗保养一次，这是最新款，下边都不可能有。那清洗保养谁做呀？我呀。你咋去呀？啊，对，我咋去啊？狠点呗。啊，这么多人找咱合作，这赵大明白啥时候能醒？是啊，他不醒咱这也没法工作呀。哥，嗯，你看他是不是砸咱玻璃那孩子？好像是的。快，路上。听好了啊，今年3次，去年7次，前年5次，大前年4次，共计19次，破了23块玻璃，共计1050块钱，这钱够胖了吧？对，前两天我听说有一个人抢了5块钱，判3年。行，差不多就行了，别吓着孩子。导演，这可不是小事啊，咱得给他纠正过来，要不走咱们老路。去，叫你爸妈过来，领你回家。你是赵大明白的儿子？你叫赵乐乐是吧？你很小的时候叔叔见过你，你告诉叔叔那个嘴怎么弄的。那乐乐，你告诉叔叔
你为什么总砸我们玻璃啊？我被欺负一次，我就来砸一次，咋的？你说欺负跟我们有啥关系啊？要不是你们，我爸就不会进监狱。我爸不进监狱，我还能被欺负吗？孩子，你爸进监狱呢，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这样，以后呢，你再受欺负啊，你要说重点说，我们给你报仇行不行？对，以后就不砸玻璃了，好不好？你又谁呀？咋又是谁？玻璃是你砸的吗？嗯。你父母呢？曾宝，快跑！快翻天了，你俩这孩子。算了。既然咱俩就是好朋友了吧？是。谁先跑到医院，谁就是大哥。好。这么早出来洗澡啊？我还真头一回。哥，今天我俩也不相亲，打扮干净的，成功率高。这次你要是不成功的话，我把我小姨子介绍给你啊。你小姨子离了？还没呢，早晚的事。哎，兄弟，这也是公用的吧？这个？啊，对对对，不好意思，兄弟。爸，我跟你爸呀，就在这个地方，一个礼拜。得洗四五回，天天找我泡澡。爸，我说这干搓的不掉泥儿呀。没上泥儿。没有。嗯。哎，对了，小敏那孩子，说是下礼拜要抓周，意思你给那个孩子预备好。我明白吧？下周抽时间肯定过去，我带礼物过去。我不是那意思，这孩子吧，这个抓周是一辈子大事儿，你呢就拿点钱就行，你就别去了。你明白是吧？啊。我明白吧，正好我下周还有点事儿。老顽固，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有这种想法？你说你插什么嘴啊？你懂得个屁老鸭子！我跟你说，就干他们这行的吧，逢年过节那都不让走亲戚，你懂吗？我觉着啊，干这行很伟大，你就是个木头，要不你像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呢？你还我打光棍，你不打光棍啊？啊，你比我多啥是怎么的？啊，你不就比我多个跳广场舞的一个老孙太太吗？你看长得熊样，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这就比你强，你还没有呢。你比我强哪儿去？就比你强。你不就姑娘儿子工作比我们家孩子好吗？说什么风凉话啊？风凉话？就咱哥俩从小到大，你哪样能干过我？我哪样干不过你？哪样干过我俩？我都不用想，我就在这屋，我一待能待一个小时，你能待啊？那我要是也能呢？那就算你厉害，咱来啊！来来来，整整，来吧！这有啥凶神？干啥呀？那咱就弄呗，那还有啥呀？弄呗！来来来来来，我还来劲儿了，还哎。谁从这屋先出去，谁是儿子。谁要出去，谁都不是人。熊样儿。挂什么科？皮肤科。烫伤啊？应该算蒸伤。一个人挂号是吗？啊，不是，那个两个人。这怎么还能蒸伤呢？毛毛，你真人比照片还帅，完全就是我的理想型。谢谢。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呢在监狱里面待过三年，你看你要是不能接受的话咱就算了。嗨，谁年轻的时候没犯错呀？人好就行。我接受你的错误，你包容我的经历，都一样。你啥经历啊？我吧有两个孩子。那都是之前在广东卖衣服那会儿生的，后来孩子的爸跑了，你不会介意吧？喏，带上吧。靓仔，我之前真的在广东买过衫的，怎么样，我的粤语说的还标准吧？我到了，我穿着红色格子裙子，你呢？我红玫瑰白西服，相当显眼，进来就能看。
你没进来吗？刚才差点认错人。哎呦我，光生小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蝴蝶我见过呀，杜鹃我没见过，是啥呀？这色儿啊，你咋没见过？杜鹃是一种鸟。鸟？布谷鸟。啊，布谷布谷。杜鹃是一个可以寄托相思的鸟。门开着你就进去，在那敲啥呀？这啥时候清醒的？什么什么时候清醒？不就睡觉吗？哎呦我，他怎么穿成这样？啊，你刚才出去办点事儿。哦，我寻思相亲去了呢。咱相亲可别穿这身儿，那不得让对方合计你是二波一呀、啊？哎，对了，嗯，咱那个葬礼，你先等会儿，我有事要跟你们说一下。这两天我腿不是不方便吗？我先跟哥几个研究研究，帮我带孩子带几天，行不行？这带孩子的我们是不合适吧？不是，主要是那个。孩子不乐意，我听我爸的。哎，不就几块破玻璃吗？没事，我来带，我带。你看，还得刀爷靠谱啊！这事就这么定了。乐乐，出去找曾宝玩一会儿。我担心你。你有啥不放心的？他们几个都带着呢。我是你爸爸，他们也是你的小老弟儿。哎，你这说话干啥？哎，啥？干啥？我说不对吗？你别以为你有点钱，咋的？那咱这活就给别人。哎，哎，你去吧，儿子，去，放心吧。慢点啊。嗯。是这样。几个跑这沾染仪容来了、哎，你们几个陪我出去，我要放放。对呀、啊，那啥，咱那个300万的葬礼，啥时候办呢？给谁办呢？你说我们这挺着急的。不办了，啊？钱都给我们了，你说不办就不办了？300万的葬礼改办成500万的了，剩下的200万在这卡里。你确定这卡里面有200万？随时去查。现在300万的葬礼正式升级为500万了，500万的葬礼，你们想想。那从上到下啊，下！先救他吧，他严重。来，搭把手来。这次什么时候能醒啊？有可能3-5天，也有可能1个月。那咋的？这回醒了还得整晕过去？不是，真的是误伤。不是，你这得静养，不能总动。没事儿，我就喜欢溜达。这小子是不是打过我车呀？哎，兄弟，我看你眼熟呢，是不是有一回在洗浴？啊。我把你们几个揍了吧？应该是。我记得我撂倒4个。老英啊，嗯，你把衣服给他穿。啥意思？2-1。什么比赛？什么比赛2-1？我说两句啊，既然我答应我爸来你们这儿，咱们就暂时休战。平时我不会给你们惹麻烦，但是我要是再受欺负。还是会来砸玻璃，一码归一码，能明白吗？明白明白。能吃饭吗？可以。
为啥又有目的地？来来来，吃块肉来啊！哎，谋财害命来了，背信弃义呢？杀人越货又是啥意思？我看看啥肉来。哎呦，吃完饭你们几个人啊？转转转，你吃饭。亮子，爷爷问你啊，平时放假都有什么爱好？出殡，扎秋子人，帮我爸干活。你先听清楚刀爷的问题，问的是爱好，不是工作。我挺爱这行的呀。你看，这孩子比想象中好带啊。这样，来来来来，让你吃饭。那个吃饱了，叔叔明天带你好好玩。好。都加了500万了，到底谁没了？不知道啊。哎呀，这人比人得死啊，死都没死过人家。哼，输在终点了。我今天肯定把这500万烧了，我必须过把瘾。哎呀，你跟人攀比啥呀你？不行，必须过瘾。往左，往左，往左。过了，过了，往右来点，往右。对，往左又过了，往左。往右来点，多了。你那耳朵往后点扎不就完事儿了吗？你笑啥？整的像你会似的，赶紧记呀！我不会，不会。500万啊！好事儿啊，这么着给我400，我给你们扒出视频。别着急啊，完事儿给你们弄个相声专场，弄点全是这白事儿的活，白事会，俺是副主角，和我说相声的，披麻戴孝扮成孝子，怎么样？孙老师，您现在是几线呢？我三四线吧。我们现在这活是500万，明白我意思哈？500万怎么了？他的意思是你不配。不是谁家孩子啊？有没人管啊？那个东家，他爸出的500万。兄弟，那个喝点水怎么样？那个你爸今儿来了吗？你渴不渴？来，宋老师，有点过了。不是，你甭管我们，你们赶快把事儿定了。这么着吧，昨儿事儿定了，头车我出了。咱呐，也别上仙了，我特地给你整首歌，就叫《滚儿》，你感觉一下子啊。我活着是你的人儿啊，死了是你的鬼儿啊，你想咋地儿就啊咋地儿。你这差点不咋地儿啊，还抄袭呢。这谁家孩子捣乱呢啊？东家他爸出的500万，就说这孩子抄袭。我喝嘛，你看这知识面还挺广，你再给我3天，我保证把哥给你找出来。臣本不一，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就这么跟你说，只要是沾表的我都懂，就别听那孙胖子了，满嘴没实话。他不是有个名单吗？名单还有我，外边都说5万，到我手里2000。这表跟上次那个不一样吧？你不500万了吗？啊，上次我确实打听了一下，不太好回来，所以这次咱们弄个一步到位的。相信光吗？啊？相信吧。太阳能的，终身能转，不用修，只要有光就行。那都埋土里了，还能有光吗？这孩子谁呀？啊，东家，他爸出的500万。哎呀，那得戴表啊，这适合你。这表孩子戴不合适吧？怎么能叫孩子呢？咱这都是平辈儿，咱手腕多粗。哥哥，
你看，怎么还多只羊呢？师傅特意给你准备的。哎呀，这太客气了。你师傅呢？哎呀妈，咋还上去了？你们从进门我就跟着你了，都下来呀。诸位啊，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哎哎哎哎哎哎逗你们玩呢，我经常往下跳。快下来，太危险了。这孩子谁家的？东家，500万他爸出的。一条腿，喝死他！建院以来就没见过这么严重的。是啊，这摔的也太碎了，都摔成沫了。出个治疗方案吧，张医生。去把窗户关上。为啥呀？风太大，别把腿刮跑了。近日，本市的一场葬礼成为了网络热门话题。对于这场葬礼，网友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家人们啊，我觉得这种葬礼属于博人眼球啊，铺张浪费，有违精神文明建设。我持一个反对观念，人家钱是自己挣的，想怎么花是人家的权利。浮躁的人心呐，家人们，非洲还有很多孩子吃不上饭呢，他们把葬礼花这么多钱，我觉得非常悲哀。那如果是医者的愿望呢？人家挣一辈子钱就要花在葬礼上，怎么了？你绝对的强词夺理。我告诉你，凡事没有绝对。你这句话是不是绝对呢？家人们，觉得我说对的啊，来扣一不六。哎，急我这！哎，行了，这回咱算真火了啊！那个，赶快安排记者上演。哥，咱这去哪儿啊？四 S 店。好嘞，必须换个四座的。这都一礼拜了啊，不管咋的，今天第一句必须憋出来。哥几个，咱们来活了，来活了！今天葬礼？什么葬礼啊？音乐节，正经舞台的演出。这能不能给活人演？还不习惯这下。哎呀，这回可以互动了。你这表我不要了啊！我们公司要求退货。不是，这个跟陪葬的表不一样。别废话啊！这我们公司法人代表。法人代表？那你得代表啊。研究两天了，光给我打麻药，啥事儿没有。行了，咱不还有一次机会呢吗？咱得多合作呀。这是你妈妈吗？是我妈妈，那她去哪儿了呢？她生完我就去世了，我就只有一张她的照片。但爸爸说她很爱我。那你想她吗？那等我去了天堂，见了她，就跟她说你很想她。你会死吗？嗯。我的病需要花很多钱，不然的话我爸爸妈妈也不会把我扔了。这都多少天了，他咋还不醒呢？是不是终于？可能吧。咱走吧。走。看来是真没东西了。我爸给你的卡呢？干啥呀？我要给曾宝看病。那是客户的钱，不是你爸的钱，我不能给你啊。那你们能借我钱救曾宝吗？曾宝呢？我们也很心疼他，但是我们真的帮不上忙。你们有四个人呢，一人借我点呗。乐乐，我们呢
都是普通人，我们赚钱很不容易，我们不可能拿出那么多的钱去救一个跟我们毫不相干的人。就算我们把曾宝救了，那以后呢？还有刘宝、王宝、赵宝，是不是？长大了你就明白了啊。天没联系上他了，我这心里不放心，寻思过来看看，没想到一开门这人就自然死亡。你们是家属？算是吧，我们是朋友。家属到底怎么处理？我们来处理吧，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咱走吧。出去吧，没事儿，你忙你的，别管我。先简单处理一下。好。这一张照片，爸，你也节哀啊。天和，出乎给爸找个照相好一点的地方，我也留张照片。去我家吃饭吧，我媳妇做了一桌子菜。刀爷呢？刀爷半路就下去了，说是跟朋友喝酒去了。啊，咱几个去了？晚上有个小约会，我就不去了。我也有个小约会，晚上就不回来了。我也不回来了。下一桌子菜，饿死我了！今天吃什么呀？我不想去你家吃饭，我想吃汉堡。那玩意有啥可吃的？家里面饭菜多香啊！你就是口气，跟你有啥大方的？爸爸，你回来了。哎呀，依依，哎，问哥哥好。哥哥好。吃饭，你不是说要吃汉堡吗？去你家吃汉堡呗。去我家吃汉堡凉了，现在吃好吃。明天能不能去你家吃汉堡？明天家里没人。后天呢？也没人。依依今年几岁了？赵乐了，赵乐了，赵乐了，赵乐了。在我没有生气之前啊，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以后你当着我的面不要提依依，也不要提关于我家任何事情，听见没有？啊，
为啥呀？我在你家看着了依依画画得的奖杯奖状啥的，我也喜欢画画，我就是想跟依依学画画。你真是这么想的？那你以为呢？依依以后就是我学习的目标。不行。我能去你家睡觉吗？我一个人睡病房害怕。妈妈，一朵，别，一朵，这毕竟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再说咱俩第二次见面太快了。那有啥，一回生二回熟嘛，今天就伸手了解一下，来吧。一朵，我觉得咱俩还是慢慢交往合适。哎呀，快点吧。啊，晚上睡觉打呼噜吗？打。没事，我有耳机。哎，那一会儿你睡上铺呗。爬不上去。那好吧。雨朵，你等会儿。回来人了。喂，那我晚上要是起夜，我叫你啊，我害怕。看你有没有叫醒我的本事了。这不就咱俩，有啥害怕的？哎，孤男寡女啥意思？是指一个男。哎，长大你就知道了。那男盗女娼吗？不知道。干柴烈火呢？哎，不知道，抓紧睡觉。你爸都欠你啥了？吓我一跳，你咋回来了呢？你也聊崩了。红面小脸的。哎，他说我猥琐，我就做俩动作。这猥琐吗？上来给我这顿捣啊！他不讲武德，扣我牙花子。你说他五十来岁的人了，一点素质都没有。气死我了！海龙你知道吧？啊，海龙那德行，一个月拒绝四五个女孩，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呀？因为他爸是老板，他背后有人。我跟你说嘛，你就是背后没人，你背后要是也有人，你也能拒绝四五个。嗯，加油吧。这猥琐吗？就是背后没人。之前你跟那个带俩孩子那女的咋样的？她说想深入了解一下。你要是不喜欢，你就介绍给我，我喜欢孩子。那我回去问问她。什么声？不是你想的那样，英哥。其实我是往家带人了，还打呼噜，抓你个现行。是范哥睡着了，我还寻思你带人来呢。今天咱俩住外面啊，我去拿床。
不是你俩在这捅咕啥呢？过来搭把手啊，费劲。你俩，恶心呐，恶心！暗示克制不是放肆，你们也太放肆了，我都没有办法细琢磨。别着火，别着火，小伙子们年轻可以理解，我年轻的时候，方哥，这事怨我了。我那女的真挺好，滚吧！哥，我知道错了，但我真是被动的，还在这儿跟我炫耀呢。家里边还有孩子呢，注意点影响行不行？对了，孩子呢？乐乐呢？啊，那个云朵带他吃早饭去了。云朵是谁呀？啊，他叫云朵啊。毛毛，我告诉你啊，如果说再有第二回你，哎，人红是非多呀，大早你吵吵啊，你是？来到主播直播间，那今天呢，我把价格打到了29.9米三包的价格。今天来交20以内的加点。感谢大哥送的跑车。我们呢，就是一家为短视频平台服务的公司，公司不大，风景如画，肤白貌美，全是长腿。来，借一步说话。哎，这回啊，有个好项目，想找你们合作一下。这是什么项目？找我们团队呀、啊？新开的吧，南北闭塞，四面环音，非常适合长眠，反馈特别好。谁反馈的？用户呗。啊？那也没人闹事啊。啊，那这个项目找我们不是很合适吧？太合适了，你们在这个行业那属于顶流。这么说，那是，殡葬这个行业啊，我们敢说可以横着走。对于短视频这种未知领域，我们团队其实不是很想去演什么呢？我们大螃蟹，横行霸道呗。合作愉快。哎呀，天儿太热了啊！热死了！对，这么热的天可得注意防暑，要不容易出事儿。狗咋的？啊啊！哎！啊！你怎么红了？我好像不行了。那你有什么遗言呢？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够住进青山陵园。青山陵园伴您长眠，物美价廉。哎呀，咱们是不是习醉啊？哎呀，各位，我就这种青涩的感觉哈，老板特别喜欢。那边，陵园老板，说奖励你一套，一套啥呀？墓地呗，还奖励我一套，咱俩做邻居。这玩意还能奖励呢？啊。关键我不着急住啊，要不我那套你先住着，你改个大两居，这住着也宽敞。那都成灰了，还住啥两居了？哎，要不我找老板给你变现呢？毛毛，你说咱这两天挣的钱比咱一年挣的都多，这干啥殡葬呢？哎，你准备拿这钱干啥用啊？干啥呢？留着娶媳妇呗。要说演员挣钱容易呢。那你得有名儿，没名儿你也挣不着。谢谢导演，等做饭好了，让他请你吃饭。行。哎，就不知道这钱够不够啊？咱们让医生给打折吧。得好主意，咱们见者医生，跪地救苦，他一准能给咱打折。好。等曾宝病好以后啊，你让他给我们写上欠条，还大还钱啊。大明白，我替他。哎，大明白是你叫的吗？上车。快不快去？曾宝好了，让他
请你们吃羊肉串。大夫，我们给曾宝来送手术费来了。咱钱够吗？曾宝早上就走了。你们也别太难过了，就算你们的钱花了，结果也是一样的。这些东西是曾宝留下来的，你们拿走吧。乐乐，这人呐，就像天上的星星，有的呢老就挂在那儿，有的呢总被乌云遮住，有的呢又像流星，你还没看清楚它吧，它嗖的一声就没了。曾宝啊，就像个流星，人生就是这样，他来我走，我走你来，不管咋的，我们最后都会见面的。刀爷，你说你说那些话，那孩子能懂吗？我来吧。乐乐，叔叔跟你说，我们都会死，为什么还要活着？乐乐，有些问题呢，是永远没有准确答案的。我们送曾宝最后一程。做的葬礼不一样了。你听说过庄周梦蝶吗？没有。曾宝呢，从这个世界消失，他就会在另外一个世界醒来，可能那个世界才是真实的，他在那边会很快乐。啊？对了，上次你跟曾宝跑回医院，谁赢了？我赢了，曾宝不承认。要不？我替曾宝跑一回呀、啊，行啊，看咱俩谁先跑到水塘，谁先跑到谁谁大哥。三、二、一，
大哥了吧？你得给我作证。行，我给你作证。来，大哥。这也太高了，来给我。来吧，到哪儿？不是很着急见他。曾宝，再见啦！再见，再见。你俩小心点儿。谢谢啊，今天要不是你。曾宝的葬礼真来不了这么多人。哎呀，客气啥？我们有个单亲妈妈群，有啥事吱一声，大家都愿意来帮忙。像我们这种有孩子的人啊，曾宝这样的事儿根本听不了，一想到就难受。我也有孩子，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啊，对了哥，上回我和毛毛那事儿不好意思啊，我有点太着急了。哎，没事。是我就是不想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没有父爱，你能理解吧？我能理解。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耽误毛毛的。我知道，我自己配不上他。这叫创新，咱都五百万葬礼了，纸人也得升级呀、啊。他拿啥走的？双节棍儿。哎哎哎，干啥去啊？爸爸，爸爸，救我！哎哎，救我！我爸去！爸爸，救我！去、哎！怎么玩的好好的，还打起来了呢？他骂我，天天打的我。你先动的手啊？啊。你爸没告诉过你，在这片遇着个穿十五号运动服的低点头走道啊？你就穿这一套衣服啊？这孩子，把手都撒开！过来，乐乐。你说这小孩打架，大人跟着掺和，那合适吗？你儿子把我儿子打了，我儿子？他先骂我的，他说他是奥特曼。我是坏人，就因为我爸进过监狱，不是好东西，我也不是好东西。不用不用，你儿子这么说话，你当家长的是不是应该管一管呢？我咋管呢？我没法管呢，我儿子说的是事实啊。就算是事实，也不能这么说吧，哥们儿，事实就是用来说的。哎呀。你还是挺好看的，必须的，这就是事实。但不像你，说打架的事，别扯我个人感情问题啊。这就是事实啊，不能随便说吗？能，我儿子是比我好看点，可能很多人说不像吧。你碰着我底线了啊，马上给我道歉。要不这样。让你儿子先给我儿子道歉啊，小绿。你仨一起上还是咋的？哎，等会儿，带孩子去那边溜达溜达。哥们儿，其实啊，我店里一直有个规矩，不允许动手，
那今天呢，我确实有点生气了。你呀，可能就是毕业太久了。我呢，今天好好给你上一课。本市十五届摔跤冠军。你倒是早说呀，对付你这种人我就得换个套路了。拿过冠军的是你们谁报的警啊？我报的警，就想跟冠军握个手，咔嚓给我一个大背甩。就你比赛这样，你都得扣分。你们两个动手呗？你这不多余问吗？我俩都是被动啊。那你们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要任何被动，我们就让他进去。刘安民那种，哎，警察同志，他能这样吗？当事人不接受调解和赔偿，当然是可以的，关个一两天就行。这样的话，他应该就算犯人了吧？那他儿子就应该算是犯人的儿子吧？这是事实吧？事实。爸，你不能进去。哥们儿，你看赔点钱呗，孩子太小了，还在这儿呢。你还知道孩子在这儿呢？孩子有错，你当家长的就应该教育；你有错，就给警察教育，是吧，警察同志？人家孩子没有错，错的是家长，你何必迁就于一个孩子呢？哎呀妈，行行，你别气啊！你仨给我好好上了一课，我们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我们都认，我得给我儿子做个表率。儿子，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这不也挺明事理的吗？所以你们到底要怎么解决啊？哥呢？怎么解决？你要为了他，不能犯法。没问题，叔叔答应你。那赔钱吧。你俩长得确实不行。哎，然后你管不管？在他爸就没带好作用，我跟你说。老公啊，医生说了，你这病需要静养。我就喜欢溜子。行行行，以后咱家呀，啥事都你说的算啊。赵哥出来了啊。哎，赵哥，啊，出院了，别回头，不吉利。啊，好。我每次出院都回头，所以我每次都回来。姐，我跟你说啊。哎呀，宝贝真可爱。你干啥呢？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呦！你这腿脚全都好利索了。好的差不多，感谢你这几天在这儿了啊，今天啥也别合计，就是玩的开心。那抓紧留葬礼吧，啥时候办，给谁办呢？到底着什么急呀？你放心吧，合同我都带来了啊。玩的开心呐，里面全都是你的崇拜者啊。啊，完全没必要的事儿。哎，方哥，方哥，还认识我不？来来，看我。不，过来，看我，看我认不认识？啊，这边来，来这边来。看他，叔叔。他是我儿子，司徒四人吗？啊，司徒。来，兄弟，把酒都倒上，快倒上，倒上来。来，你敬方哥一个，敬方哥，来，敬方哥，今天不醉不归啊，方哥，客气，不醉不归啊，来，干了，方哥，这是开心，
凡哥，快来趟店里吧。有啥事你就电话说呗，非得来这儿。哎呦，哎，你好，方医生。啊，对对对，方医生。哎，快快快坐。你怎么来了？赵大明，你认识吧？哦，你叫他赵大明呗。啊，对，认识啊。他的情况你了解多少？他啥情况啊？我们之前是同行，你现在就属于是合作伙伴。他的身体情况不太好。是啊，他不骨折了吗？一直在你那儿，我们就一直等他。又被抓了？没有。那咋了？他咋了？肺癌晚期。这事儿我也是前几天听同事说的。他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几个月了，但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住院这段时间吧，也一直没有人来看他。就前一阵儿，他自己办了出院手续，说自己有重要的事要办。啊，你不用动，我回去跟你说。谁成想出了意外，住进了我们骨科。他还能活多久？最多一个月吧。他现在的情况，还是多陪陪孩子吧。你说这孩子，朋友前两天刚走，他爸这样，这些都是我给孩子准备的。说实话，我都有点心疼这孩子。哎，咱今天把酒喝高兴，然后再说合同的事。真的要来了啊！神枪手赵乐乐准备好了吗？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抓你的子弹！那你们俩一听，那工作就都辞了，然后两个人开车就出来了，真羡慕。你们都钱哪来的？炒股。现在我俩账户啊，100多万。那本钱是多少啊？1000多。长大以后，炒菜也别炒。因为啊，你适当吃点东西。不要哥，我减肥，我原来可苗条了，这不现在生完孩子胖这样的吗？任何一个女孩都不想变成这样，除非她真的爱这个男人。所以我感恩我媳妇。长大以后，
你得找一个好女孩，你对人家也得好。知道了。当年我创业失败，我媳妇陪我走出来的，如果没有她啊，自杀了。长大以后，进入社会的人，其他的都是次要的，眼睛往前看，别往后啊。好嘞。兄弟，你还有啥事儿？你再跟我分享分享。那个，咱本来就是帮人家做后事儿，只不过这个后事的时间长了点儿。我看没啥，大伙忙的时候我多出点力，不是啥事儿。人家给钱，咱们接单。再说了，这可是500万呢。你滚蛋啊！这事跟钱没关系。小朋友，拿你当哥们儿，咱俩好好聊会天。聊呗。讲。首先，爸爸要感谢你啊，因为有了你，我才当上爸爸。你未来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会迎娶你自己心爱的女人。但是你切记啊，千万别抽烟，别喝酒，最重要的是。不准碰毒，爸跟你说，哎，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等着你发现、体验啊！还要一并记住，世界有多重要，这些都不重要，身体最重要，快乐最重要，因为这样才叫人间。爸，你说这些干啥呀？我说这些就是告诉你。爸这一辈子就没活明白，真的一败涂地，你一定要引以为戒啊！对了，还有那个范大明呗，你听话，好好跟人处啊，他人挺好，我相信你俩能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俩现在铁哥们儿，真棒！你看看吧。只干了那么长时间，领导。爸想给你看一样东西，看完这个，我相信你能明白爸爸刚才跟你说这些的缘由。爸爸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啊，你要是能听见布谷鸟叫，那就是爸爸在思念你。哎，跟爸喝一杯。嗯，你喝这个。这辈子也算跟儿子
喝口饮品酒。行了啊，答应我。我肯定不哭。好像知道我能活成这个熊样，就省吃俭用啊，拼死拼活攒了300万留给我，你说他们厉害吗？那那200万呢？行，我是一无所有了，但是乐乐不一样，他最起码还有他妈呀。他妈不是死了吗？当年离婚的时候，乐乐就应该由我来抚养。现在我已经有了新的家庭，也有了孩子，他们都还不知道乐乐的存在。这卡里有200万，找个人先替我照顾乐乐，你给我点时间。我要死了以后啊，乐乐除了你以外真的没有其他亲人。你不是一直和乐乐说我早死了吗？你当时要是把赌博戒了，会有今天这事儿吗？我现在突然出现，对他的打击不是更大吗？我肯定会去看他，但暂时不能以母亲的身份。你觉得呢？妈妈，我们走吧。哎，宝贝，妈妈在呢。我还有点事儿。宝贝，那个是乐乐他亲妈，他亲妈不管是多少钱，他就不认他儿子了？你别嚷嚷，之前我做的也确实不好。你答应我啊，这个事儿你千万别告诉我，你一定把这谎撒下去，要不然他知道了以后，我怕他一个人挺不住。求求你了，求求你帮我把乐乐带上。赵大明明，你厉害啊，你身边那么多朋友，那么多朋友，你为啥找我？你去找你朋友，你这找我干啥？朋友。啊。你觉得我还有朋友吗？我知道这个事儿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做主，因为你还有妻子，你还有孩子。你压力别太大，我后面事我都想好了，福利院我也问完了。不行，我就把乐乐送到福利院。但是我就希望你没啥事你去看看他，我怕他一个人我他扛不住，你知道吧？啊？我希望乐乐身边有的不是钱，我希望他身边有的是爱。咱俩喝杯酒，你别有压力，这杯酒就算咱哥俩的杯中酒，也是咱哥俩最后一杯酒。
哥，你儿子呢？啊，陪他爸呢。找到明白，好像还有什么心事没聊。嗯，咱俩明白，我告诉你啊，不管你养不养乐乐，乐乐结婚那天你必须到我坟前来给我喝一杯。告诉你，要不是我爬出来，我给你带走。峰哥，乐乐就靠你了啊！你困呢？峰哥，好人一生平安。峰哥，乐乐他妈那个事儿，一定要替我保密，告诉乐乐。我和他妈都害他，拜托，求求你，求啊！生命啊，它就是一场旅程。你爸爸，我办过最便宜的葬礼多少钱？我想给我爸爸办个葬礼。我就只有这300块了。我们办过最便宜的葬礼了。给100块钱。
小路修后八尺长，人要横过，丧要顺行，一鞠躬，恩深似海；二鞠躬，泪洒八方；三鞠躬，浩气长存。一蓑风雨任平生，一世辛劳两肩擎。养育之恩今未报，来世再续父子情。我爸不哭的。这孩子挺硬的呀，一直都没掉这儿好像。是挺坚强的，真能吃能喝。你不是说不哭吗？我没哭，就是揉揉眼睛。妹妹，现在想去哪儿啊？我能再去一次我爸墓前吗？去天上找你了，希望你们能在天上团聚。乐乐妈妈的事儿告不告诉他？我答应过他爸，守住这个秘密。乐乐，走了。我听说，只要是爱你的人，无论怎么轮回转世，都会出现在你身边。有可能是你养的宠物，也有可能是你养的一株花。哪有什么轮回转世啊，那都是骗小孩的。爸爸，咋了，乐乐？我爸说，要是有一天他不在我身边了，我听见布谷鸟叫，那就是他在想我。这是赵大明的脸倒是挺长的。小孩的话你们也信？不，我补充个冷知识啊，布谷鸟啊，听说是有这个毛病，把自个儿生的蛋呢放在别人的窝里去养去。爸爸，你想我了吗？放心吧，乐乐，我们会替你照顾好的。放心，走吧。
乐乐，你知道我们终究会死，为什么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为什么呀？是为了能看见你爱的人能过得幸福。什么意思啊？你也不用懂，我说的也未必准。我知道我有天会远走，北风带走飘落在天涯，干啥呀？我这过来不就完了吗？我没干完活呢。哎呀，你坐下。啥事儿啊？你这是干啥呀？老师留的家庭作业，给家长洗脚。啊，家庭作业啊？哎呀，你快点吧。哎，小红，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乐乐，这作业好啊。哎，乐乐，我自己洗吧。你写作业去吧。啊。去吧，去吧。啊，那好。告别天团。